由国际佛光会绿色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出的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日前巡回到了大洋洲，像是国际佛光会的西澳协会就选在知名的博斯钟楼底下来热情开跑，跟着镜头带你感受。来到澳洲博斯钟楼下，市长代表应鸣笛，超过250位跑者热情起跑，在天鹅湖畔水天一色美景当中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路跑，一同跑出超过1000公里，好成绩。跑完之后你要回到屋里，因为我们的主办方为每一个人 less killing, no killing, and be vegetarian。透过路跑推广吃素，国际方会西药协会也有你跑步我种树为号召，吸引跑者加入。当天除了市长派代表出席，西药佛教委员会副主席也现身活动，和佛光人一起环保爱地球。因为是澳洲博斯综合报道。